把这勺子腾出来一块水片。你那儿那水舀是吗？大锅这水没掏出来。敞亮啊，亮点。他们瞅没事儿，咱瞅着你脚上暗暗的。来，别盯着我，给你烧着。那也烧多好啊，你这短木这个好炒，那个不是烧。看你崩哥吗？昨天没鸡胗你找的吗？鸡胗找到车里，那玩意不怕炖。我把药吃了。俩都我吃。
温热。腿呢？啥呀？腿呀，不在那腿吗？那是咋贴这么点儿啊？那个我没做好吗？哎呦哇，香香疼的哎。新鲜的鸡不能焯水，不好吃了。我说的新鲜的鸡是现杀的，不是你们菜市场买回来那个鸡的，那个鸡肉，炖鸡。炖大公鸡，你们啊，挪地方给你们炒一下就行，水分先给它炒干了。然后白酒给我整整开，白酒给我整。大公鸡。还有吗？咋的？昨天新打的还行吗？行，能装。我的妈！哎呦我妈！来，来，来，拉走。少搁点白酒，兄弟们啊！因为咱家没有料酒了，我少搁点。不够，不够，不能多少。这好吃吧？我把这放上。看见我揉揉这心肝。应该骂不过。Thank you.
让锅边倒啊，往肉上倒，锅边都粘锅了，锅硬。像一块蚝油。嘎嘎狠。哦，欢迎康哥啊！欢迎大哥！欢迎我康哥！你笑话我康哥？顺劲儿呢，哥。有矿啊，这样吃。今儿个昨儿你羊没吃着鸡腿儿，完了人姐来了，那意思说没吃着不中啊，完了又买一只，姐姐给买的，告诉今儿再吃一顿。昨天鸡腿都让大涛给吃了，昨天鸡腿都让我给造了。那介绍姐上午直播，人姐来了，说的那再买一个吧。他不要脸，又买一只，现杀了，刚杀完，我先早点炖吧，昨天都炖完了，今儿个早点炖。今儿不咋忙啊，康哥。都让他吃了，哥。让我给造了，今儿个也不见你咋回事呢。今儿的话，你娘的话也不见能吃的，一会儿去。昨天晚上他根本就没有加班，哥，他还想吃鸡，他是不是做病了得？待会儿的话，把他鸡腿还都给他打了，不让他吃。特意留的大鸡腿。嗯，那今晚去吃晚饭呢，喝点吗？吃晚饭。哎，这两天哥没听你叨咕抱我妻呢，这两天呢，这两天事儿多吧，忙啊，没去抱我妻呢。你那边安全不，哥？嗯。那爬爬爬爬，必须得爬，哥。必须得爬。没有，哥没有，昨晚上都没搁一个屋睡，下播他就跑了，没钱去了。差多少钱，哥？没钱去了，咱给你转200。放屁，怎么的？200能够干啥的？晚上200都极限了，还200干啥的？你真不要脸的，大哥，他不是抠，是他微信里只有200。他愿意为你都花了，说明他跟你俩还行。你不知道我啥实力啊，我吹牛逼的话有用啊。我说你看哥转500我得有啊。咱哥一宿黑都花10来万，
那我没那能力，我有啥招啊？你拿200块钱给我干嘛？买顿饺子吃吧。200块钱给我看哥买盒烟抽。不抽烟，大哥。咋不抽烟？你买个烟抽。那没有大能力，咱也别吹那牛逼。是不是看哥？我没那大能力啊。欢迎我大哥，欢迎大哥，欢迎雪哥，欢迎我大哥。那200块钱是我给你，大哥你完又漏意思了，完了漏了。哥，昨晚上根本就没有完成任务。哥，我发誓下播他就撩了。我觉着今天的鸡不能给他吃了，你身为大哥说一句公道话的，吃鸡没用啊，昨天没盘今天能盘呢哥哟。唉，今天不打他明天没机会了，明天他生日。今晚上我属于是哥，今晚上我回城里，今晚上农活告一段落了，哥今晚上得回城里了。但是回绥中的话哥回不去，他绥中的话得5天。回富贵呢回不了，得富贵呢得等2天能回去。农活完事了，好好直播了。干嘛了？明天过生日带他上城里，我婆婆不搁那儿的吗？人家想看看人家妈。对呀，我年年都得考。明天我生日，后天我妈生日。谁是俺俩的话一起回家，明儿连孩子啥吃口饭。关播就让我盘，他不盘。你总说我根本我一天好像那个白条鸡往炕上一躺劈个腿，人家不盘。别整没用的了，唠吃一口都费劲。能不能管了？就这样不骂他呀？是不是得说说他，给他点教训了？不听大哥话都。你还要说我有我的问题？昨儿我亲的不也挺香吗？亲俩伪闺女。咱看看出去，肯定抵挡不了。我那不得有目标吗？比方说赤身了，吃点铁锅炖吧，炖个小鸡儿。啊，把你换成闹闹，他腿都得跑断。不问不行，你问他。谈不了了，来。小船轻轻，看哥，闹闹这么美吗？好看。看照片，个头应该是矮不了，个儿应该挺高。我没见过，我没看见过。你咋没看见？不发过照片吗？我还记得，你忘了？发过照片吗？发过。那介绍给我大哥。看哥，大哥说介绍给你。看哥，肯定是现实有媳妇啥的。嗯。要不能这么推脱呢？我不一定能单身了。因为我大哥有家有口，你这是让我大哥犯错误呢。不好这口儿，我大哥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啊，有事儿不完了。这嫂子没事还敲打他一下子，你别给我哥找事儿。我哥现在听腿肚子都多，是吧？都得转筋。那一天谁要给邮点东西的话，属于是学哥回家也能快多少有点紧张。
没玩意儿，今天去啥播个东西了？啥播个热炖炖呢？干啥呢？精好呢？不精。那俺们现在要给大哥邮东西，就像土匪推口号似的。得准上了，不准上不能瞎邮。天王盖一的湖，宝塔镇河妖。看看，你给我整个地址呗，我给你邮点啥乎的。几点开始啊？今天才得五点多钟。咱都不知道他电话号，他说他电话号是个二。一个屏幕你占一大半，我是主播我不占一大半啊，你看大超占呢，干啥啥不行，他就吃鸡腿行。乐意。昨天我没吃着鸡腿，今天我又炖上了。今天鸡腿我姐说了让我再吃鸡腿，锅里就是一另一只鸡，今天新买的又杀的。大哥大哥知道吗？这换了是个山了，给我电话号给我一下，哥，晚上没事咱俩谈谈心啥，打个电话。大郎，你跟谁俩？你怎的你？我不敢说大哥，我还不敢干你呀，不记住自己的身份了啊？刚开播，不知道没来呢，还没下班呢。哈哈。上班呢，幼儿园呢。今儿吃菜没，大郎啊？哎，最近赔的钱挣回来没有？扎扎大郎。大郎咋的？又赔钱了？还赔，裤裆裤子都穿不上了，裤衩子过年的饭的饺子都包不起来。我手机号和学哥手机号差不多，你俩一样。二芳姐，我手机号尾号和你尾号一样，大哥学哥咱俩。大郎来首歌听听。对，挺好的气氛，整一首也行。别逼我唱。啊，反正中午的菜钱是有了，晚上的还没着落呢，是不？吃点我邮的辣椒酱得了，和点水饭。听我的啊，咱不吃。看看听过一回是吧？搁哪听的？是搁咱家吗？看个听过，哎呀，你唱我把你牙咋掉？我这歌喉我一般都不开嗓，还不爱听我唱歌，听我唱歌比听刘德华歌都费劲，你知道不哥？不珍惜我。哎呀，形象这太不珍惜你。两个老娘们一个牙。我清清嗓子。我这牙很紧凑，哥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来，大哥让你唱一唱。我把我音乐停了。整一整，整一整，整一整，心情都挺好。整整整整整，氛围不错啊，今天。小鼓啥都来了没有？小鼓啥的。打了再去装个狗牙还赚了？那我啃肉能，那我能啃动鸡腿了吗？还惦记鸡腿呢。又说那话。离不开那鸡腿。哥，我有一个新的惩罚。胸口碎大石，大锤砸蛋。你看看能抽多少钱？大锤砸蛋那个事儿，你犊子吧！别俺一回，你是他妈，你是想换人吧，还是咋的？搁那是的，目的不太纯，属于是直接想把我换了。给你砸实话，我赔不起。不用赔。乐啥呢？狼哥准备唱歌。你想真跟我讹一笔是吗？我想退休，哥。给他换了，我跟我看看，我找我看看去。不能玩。
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想要给我干成我的忌日哦？你要来脸？大老师，你快点的！到底唱还是不唱？不唱我唱了啊！那闹闷下班？闹闷啊？这点能下班？没下班是吧？这点上课呢。嗯。小鼓的话丢了，别鸡巴听他了，夹了夹了，还不让我听我唱。我给你来一首《鹅了哥》。你校长打电话，班儿再丢了，对象没介绍成，给班儿给干黄了，再完了上看少当不上去呢，上医院当科长去。然后唱歌吓人。明天我看看，给幼儿园给他收购。对，那也行。完了，给学员都遣散，看哥坐卧室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当上看守，每一天给咱骑走大飞机吗？就教看哥一个人。看哥呀，当看守的话，每天能给我骑走飞机呀，看哥。社会人干啥？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。你不太明白，婷婷，你不知咋回事。你这连续剧你断片了，你看昨天回放去。到底唱还是不唱啊？看歌看歌，我给你唱一首歌好吗？看歌，我清唱，给你唱脑瓜嗡一下。看看有投资公司啊，大郎走丢了，被拍着。那投一下幼儿园也行啊，是吧，哥？投下幼儿园也行。欢迎我修罗哥。啊，修罗哥，这什么时候把咱直播间收购一下？咱给那块水这看哥打工去，投资一下咱。嗯，开个工会吧，哥。你看看婷婷，咱就说你有远见。妈，这脸上都土。嗯。给他个工会一收购。哥，我天天给你唱歌跳舞。我挨揍不挨揍？你跟谁俩呢，大兰？你中午你也就是吃一小口呗，你吃着菜喽。我有鸡，你有啊？你能吃着鸡腿儿啊？扎你大懒！一天卖几个钱一天？你别扎人家了，人大懒还挣着了，咱俩他妈还没挣呢。我有鸡，你关上鸡有啥用啊？还扎人呢？怎么扇？这外边那大棒子架里，后边那个，好啊，非得我指挥呢，搁那是。今天气质都不一样，今天，啊，谢我姐上 Q， 你等着，我等你，我就等你。还补我，自己裤都提不上了，还补我？啊，还嘲讽我！自己话，自己裤子提不上了，饿的裤都掉了。今天吃鸡腿了。修罗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昨天你买鸡了，我没吱声，我吃两块。今天鸡不是你买的，我还舔你哟，说谁呢？气质给我支棱起来，范姐，盘山回来了吗？你能一样啊？哎
有人点。嘎嘎喊。我这气质嘎就上来。他刚睡醒不唱了。今天还像昨天那么清炖，呱就喝鸡喝鸡汤，搁点粉，蜜糊的粉条啊，搁点粉条子，哎，喝鸡汤。大哥，你昨天就不应该那怎么能是施舍呢？大哥对我的爱，你懂啥？像你呢，先说不让我吃，炖粉条子，没想搁别干菜，主要吃的蘑菇啥的。不是酸菜，它有点腥的好的。不是没想割，是没油了。对，家也没有了，还有点大白菜。没有山药，俺们那旮旯买菜都没有了。没那玩意。啊！家里不是没有山药，现在家里有点地瓜。就是清炖。胡萝卜没有，有一根，一根捉鸡买的，嗯，搁什么胡萝卜就喝鸡汤，蒸什么螃蟹，蒸螃蟹去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范姐说我要给你配点西红柿，他俩。小锅慢慢炖了，哎，嘎嘎香，您瞅吧，对，给他吃点柿子，嘎就上头。我大哥晚上吃什么啊？我大哥谁哥晚上吃啥呀？那密门密言没让。咱哥不说周末了吗？给孩子做吃的吗？滚哪滚！我喝一下。你喝我汽水哦。嗯。一年级，7-8斤半。哪儿去了？搁屋呢，搁这屋呢，棍儿。哎呀妈！我喝一口。你找不着。会来事儿。想不想吃鸡了？今天。别叭叭，等一会儿到吃鸡时再说。你二姨说挺好吃的，挺过瘾的大鸡。大妈家那鹅真大。今天我录视频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去年的鹅是不？都已经2年老鹅了。那鹅得等你来，小老哥炖酸菜，冬天呱炖一大锅。回去前抓一只鹅。哎，大妈卖不卖？卖不卖？欢迎我姐。说个事情，哥说。大哥说个事情。你让我去我就去，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。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呢，我要问你呢。我考虑了。去我让大郎给你带的，不用我自己刷。我中午在想这个事情。
我拿我号刷。我觉得他那应该去。我觉得你，你今天往我号里充钱，我刷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呢，哥。他以前和咱理是多少钱呢？以前呢？去趟合适，我中午考虑这个事儿，到时候我报销，行，哥。大郎，你给我充值吧，往我这号里充一个火箭的钱。充1400，不行哥，我去，我拿我号刷好看，别让大郎刷了，让他给我充值得了。那我自己对后台得了。那我自己对后台吧，自己刷好看点，哥，你刷了，谁知道我去了？我对后台吧，我今晚上把后台对点，给你老公拿走。我中午想这个事儿了，因为我中午看有人改名，完我在想这个事儿。那我还上出个镜吗？哎，主播嘴里还是刷自己号吧。嗯，大哥不还有个木头吗？搁那个床后呢。大车，还没接黑头。嗯。那我就不洗头了。一脸臭汗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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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，好哥，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大哥玩的另一家。去呗，去就都去。明天我一声号令，搁群里我们一起去。啊，行，你让大郎号刷，我哥这钱我自己掏啊，不用你掏了。水里还你掏啥呀？那得用两个号。大郎有两个号吗？谁？6134。明天晚上几点？有拿俩号刷得了，那我就不对我后台。好的哥，明天这样式的，礼节到了就行。他比如说7点钟开始，那我就7点半去；他要8点钟开始，我下播再去。下播腾一会儿去，我跟兄弟姐妹们一块儿去。行行，你看着安排吧，大兰。咱俩跟大哥走。
杀鸡给忘了，我中午店寻思找你去问你，跟你商量这事儿，大超刚回来，我俩就杀鸡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北碧姐，今晚上做啥饭呢？嗯，哒哒哒哒哒，老公，你音乐。狼哥说他刚睡醒，今天我又积水了。你咋又感冒了？今晚上咱进城，上城里。明天大号过生日，能不能买一个栗子味的蛋糕，老公？什么蛋糕？谁吃？我来整。我吃。买小点的。买个小点寸的。大哥，感冒吃好了，有个感冒有时候溜根儿，完了对气管不好。不要，那你定啥？大郎不用，没事，我弟媳妇能定。啊，不要大郎，一天挣俩钱不容易，不用了，不用啊，别整那么，别整那么外道啊，整别整那个那么隆重。大超的生日本身也没想说什么过，我年年都是给他安排一个真老娘们，九八八，哎呦妈，那我呢？大哥，每一年我的生日就是平平淡淡的，跟兄弟们热闹热闹，吃点饭，喝点酒，乐呵唠嗑。啊，对。把这油菜给你妈拿去。你生日？不不，我妈不吃。我生日还没到呢。他生日早呢。每一年我都是如此。那你俩过生日的，就好好的庆祝一下就得了。我属于这几年我也没好好庆祝，我就过生日我给我妈买点啥，然后吃顿饭就得了。知道了，平平淡淡的不好吗？嗯，明天爷爷过生日，后天我婆婆过生日。我这些年都是我过生日就去我妈那儿，就是以前你不让过生日搁那边，我就回这边了，跟我妈俩吃口饭。简简单单。啥玩意儿？迎着不是没那没招，热呀，屋里热，外边冷，待会儿就没了。要回来看看要。明天，要不明天定俩娘们儿，刷俩娘们儿啊！大郎，秋郎哥明天要给我刷俩娘们儿，你准备一下。小号。你看你跟大哥你俩。吃螃蟹吃，吃螃蟹咋的？俺们吃的是河蟹，不痛风。我都不稀了吃河蟹。明天我要。今晚上回去好好洗个澡，明天穿干净的。我给你搓澡，完了我给二姨搓澡，完二姨给我搓澡。哎呀，我要溜溜。让他说话，小点声。今天鸡不是他买的，我姐买的。姐，起来。
属于是赞助商。姐，讲两句，钱别白花。我稀罕，不用你出。哎，还有一个，集体打一波，祝我波仔哥生日快乐啊！对对对 对，祝我波仔哥生日快乐。啊，希望波仔哥年年有今日，对，我得岁岁有今朝。停，我的音乐。波仔哥来了吗？波仔哥来搁这儿呢。波仔哥呀，给你转个证。你说可真假的？早上说转到现在，波仔哥说不要了，给我就行。没说呢。我要请我波仔哥吃点啥，属于是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我这波仔哥，我转个账，说你这今儿晚上吃点好吃的，啊，你这儿请你吃点啥？独立爱，生日快乐！完事儿了，好嘞吧，生日快乐啊！嗯，好，下一个话题，拉倒吧，过一下得了。刷钱了吗？那没刷钱的话，也得住一会儿啊，没刷钱的。刷点，再唠两句吉祥话。我要问他吃啥，今晚上他不吱声了，就走了一会儿。老板让你赔了没有啊？1000块钱呢？当老板啊，不拿你账上给你转的账，吃点啥去？吃点好的，我看看。转账能转多少？100多块钱，我能有钱呢？给我波仔哥吃点肯德基啥的。大哥，你啥时候生日？我备注一下。哥，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？我过了，怎么啥时候过的呀？那你说一下，我备注一下。刚过没几天。什么时候啊？你补什么玩意儿呢，秋罗哥？你那啥时候过生日都不声不响的，也不吱声。秋罗哥10月2号。嗯嗯嗯。阴历是多少啊？那时候？哥，你那边过的是农历还是还是阳历生日啊？阳历。我还没过呢，还有机会吗？有。你也不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让你大儿子给你唱首歌。你过阴历多少啊？我也过阴历生日。我也过阴历。阳历也多少？快说一下，我听听。对对，阳历多少？我秀乐哥，你过生日呢？你咋没吱一声呢？我都不知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不告诉？凭啥告诉？你真知道假的？10月2号，早过了。10月2号，我不知道吗？你过阴历过阳历呀，秋哥？大哥，阳历阴历多少？你生日10月2号，我这备注呢吗？我这上有你备注。你阴历的那就不知道了，那是我备注的是阳历的生日。你他妈瞎备注，你他妈准呢？闹那的我也备了的阳历，完了不对，咱直播间只有咖啡也过阳历生日，还有木直姐。阳历11月2号。嗯，修罗。阴历多少啊？我大哥生日啥天啊？不告俺呢？咱们家还是后半年，
26，那我重新改一下，就是咱家都是后半年生日多点哈。嗯，咱哥怕咱给他送礼物，嫂子知道吃醋。我爸干嘛呀？这趟干啥？给咱爷烧炕去呗。走了。我今天号里充了10万红钻，两个花钱转你了，大哥转你了。什么花钱？给大郎的明天随礼的钱。嗯。给大郎钱转了吧。嗯。求你了，大郎，我求你了，年底他妈歪歪整业务呢，能不能他妈的钱搁你身上出啊？昨儿歪歪都啥样了？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拉钱，让我这个月拉10来万的钱。到月底他都开始打电话了，往年都没打过电话，今年歪歪可能是这情形不太好，打电话让主播拉礼物，说你拉礼物堆积分，完了上歪歪后台可以的话攒积分堆4VIP， 我那他妈得拉多少钱呢？去你老婆，他刚开始给我打电话说那一直要拉11万，打底11万要到月底。如果你要变成四位的，我说那不得按成10万呢？完了，那女的告诉我说，那个客服说，那意思说你的话属于是看看那个商城里边。不是二三十万你也兑不了4VIP的那个积分。嗯，没有多少积分，得多少钱呢？那天我听大主播唠来的，得他妈过100万。是呗，去了哥，咱也不知道那啊。打电话了，开始让我参加活动，那先参加去了。客服先搁歪歪号给我说的话，我没给回。嗯，然后打电话。真不要脸！你拉11万的话，给30积分，拉11万说30积分有啥用？不知道那30积分干啥，咱也不明白。你再说呢？你11万，你要我拉5万，那费劲还拉11万呢？啊，累吐血了。开始给主播打电话，不鸡巴参加啥活动也不参加。他是歪歪知道我有大哥了，想劝我大哥。就鸡巴不参加，就是想乐意这鸡巴这玩就这玩歪歪，别想他妈搁这嘎了套路我。这拿我当人了，没事把我那推荐都给我上了，欢迎我看哥。哎呀，看哥啊，欢迎我看哥，把我那推荐给我往上整整，净整那旁边左道。我明天都得去，哥，姑你也得去。我跟大哥商量了，明天一人刷个火箭。你也去吧，哥，你也来个火箭。你是大哥，你看什么？感谢我波仔哥，哎，破费了。先不要过早割粉条 啊！啥样啊？我说不要过早割粉条。剥了剥了呢。鸡腿，漂亮了，漂亮。鸡心也没割。咋割呀？昨天肉一点味儿都没有。那你就割盐。给你买汉堡钱，刷了。谢谢我可波仔哥，谢谢我波仔。干没呀？炖鸡、清炖、搁粉条、嘎嘎喝汤。别搁多了盐啊，少搁，少搁。喝汤别整咸了。他刚问明天活动的人要不要去。哈哈，我对回来了。我不来哥，你先请一众。
那个黄瓤窝回来那耳机没有吧？都全堆了。麻烦你要整一绺洗洗，完了把昨天那个鸡汤啥的折里。嗯。少搁粉了，我搁上边。肉我们刚才不是我要给咱爷再做个菜，他不吃这个。不吃，啃不动。给他就是给他撕了，他就说嚼着费劲。这咋不给撕了吗？也没吃多少。我干豆炒白菜片了。就给咱爷再整点啥？别活着呢。我给我爷再做个菜，两个大哥你们唠啊。我这给我爷做个菜，我爷不吃这鸡肉。吃点粉呢，吃点汤呗。那就不去，哈哈哈哈。你俩大哥的事儿我们参与不了。转个18888，转个18888呀。什么呀？我要让你。那还不敢去呢，转个账谁知道？大哥是少了吧？刷点让咱挣点儿。你让我情何以堪呢？是，那这钱要给我转，给我都不敢接。那个你太多了，往我大里少喝点粉。是。平常我们就是白巴的零零散散的，那个白嘴白哥生日去，你下班了吧？生日去吃点啥去？不来哥对自个儿的话，小吃一开溜溜的，吃点啥？人搁家过，买蛋糕了，跟爹妈过。买了吗？蛋糕有蛋糕啊。你也没有女朋友呢，晚上回家跟爹妈吃口饭也行，买点菜。你那有海鲜啥没？买点。嗯，欢迎我墨汁姐啊，欢迎我姐。家里吃面啊，整点好吃的，买点猪头肉啥，熟食啥，整瓶啤酒。嗯，整瓶啤酒啥的。过生日了嘛，属于是自个儿。我就了哥，我妈上班呢啊，陪老妈吃口啥？嗯，就和我爸俩人，行，你跟你爸俩人，你俩喝一口，那正好没人。今儿我下播晚，把那个中午前那时候我姐来了的。姐，现在已经开播1小时02分钟了。
得开俩小时了。这会儿你找咱们干啥典礼啊？瞅你呢典礼啊。这边看哥。看看注意身体哦。我想敬你个劲儿啥的铁铃儿。我看哥夜夜笙歌，天天潇洒，夜夜当新郎。这倒是，大哥不上那口。怎么了三姐的？这个我先告诉你可要没有多少汤了，火着正烤。嗯，烧续点水也行，烧开水吃一点。续点水顶不太住了，这样今儿火太旺了。OK， 盖上。吃小鸡儿，吃小鸡儿。后门啥都开着，没点儿吗？来着吧。呀、yeah, ，就是又买一只鸡吗？主要你家没吃着，完了今儿都换水，这卡巴姐说了，那再买一个吧。一腿。卡巴姐给转200块钱，又买一只，这个8斤半。呵呵，我下午回来姐，我就开始杀鸡，开始整，完早点炖了，完今晚上咱不得早点回京城吗？回去了。今天也未必吃得到啊。我姐说了，吃不着费你钱。谁说的？吃不着最钱呢。姐，咱还得打他姐。不行，咱抽奖，咱也中个传说啥的，直接就给他拿下。反正我给你炒白肉片，炒了二姨，然后吃点。反正我想吃。小兰拿着棉纺去。别拿。啊？我跟我爷炒那个菜里边有肉，吃不了。你的爱情，我还没洗洗涮涮呢，我先洗脚啥呢。小哥呀，喝上没有啊？小老哥呀，螃蟹吃上没有啊？明天我也整点螃蟹吃，但是就是不知道现在海鲜，我估计海鲜不得贵呀、啊。这两天的话不让出海呀、啊。
明天寻找活动逛一逛。是，要不咱也不干啥的。明天穿干净的，垫溜溜的。给我小船头。嗯。哇，这飞飞姐。聆听着你的爱情。白片干豆腐，蘑菇是那意思吗？嗯。那、哎、就不能搁醋了，那。不喝没喝，不是分的。炒两菜呀。嗯。蘑菇炒肉。嗯。白片牛干豆腐。嗯。我、嗯、靠。嗯。吃好的菜。咱喝点，我自己卫生巾。不可能！啊，我要活干完，这下谁也别找我干活，我谁不活我也不能干。那你找别人。嗯。那你找别人给你干。那可不，我干完了，我还要跟谁也得干，我谁也不得干了。谁也别找我干活。花生我也不捡了。明儿二姨回来，要是回不去的话，二姨自个儿和捡去吧。一辈子你就这样浪费了，我干啥了？我一辈子我就这样浪费了。这不要干嘛？要杀个人呢？谁道？你对我有什么期望吗？你还是想我干点啥？我一辈子就这么浪费了。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话也中了啊，那还想让我这一辈子干啥呀？我努力了，我也努力了，我付出我也付出了，我该干啥的我也干了。我也不能说明天我嘎巴就死了，我完事儿了。莫子仁，你不用去了，大哥说的。妹姐，大哥跟你说话呢，这怎么永远都不在一个频道呢？真丑人！姐妹得练会儿了，不行了，锅里要没有多少汤了，一会儿得去的呢。等盐上完事儿。那看到就你翻译呀？真是您俩说话，人家都是秒回，您俩刷话的话轮回。哎呀，陈飞扬，你们，我不敢呐，姐呀，我敢不敢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整粉吗，小妞？等会儿我给汤开。嗯，好。鸡汤泡饭。晚上买了一个食用，分了一半给朋友。哥，你还挺得意吃鱼咋的哦？直接的那个嘴就不小了，那是够吃的。这鱼二十斤哦。啊、哦，黄河鱼哦，那挺好，挺好的。我这嘎达水资源缺乏，所以上水库，水库里面有大鱼，但是他妈不让钓啊，水库里鱼不让整。那哥你不敢，那洗都洗了，没法晾了。
嗯、等把这干的水质口罩结束的话，给大哥他妈水质多悠点。嗯。天冷了就可以游大鱼了。不是，大哥说那黄豆酱。啊。嗯。好吃。吃那人都爱吃那味儿的都。屎，你不适合跟我谈，我俩换换。我需要你的健康，我给你我的大爷生活。大爷呀。你找我媳妇，我们不需要。人你精神的，你干啥呢？那是你这么跟我唠嗑干啥？真他妈吓人！你那这大事儿了，话水是你好好讲着讲着，你看什么歪歪？你一张那嘴不好的话，这说两句你再跟过去。是的，呆呆跟我整整这句嗑嘛，我那莫名其妙的都嘴是。大哥，你那黄豆酱是喜欢袋装的呢，还是瓶装的？袋装的。都是那袋装的，然后呢？上回我买的就是袋装。啊，对，玻璃瓶那个邮不了。是红袋的还是黄袋的那种？就这绿的这个吗？那不是黄吗？啊，对，有绿。啊，对对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黄。黄色来，黄色，黄色。啊啊啊啊！知道了。懂意思。一天他妈的，人这刷了歌，整天动手。真恨人呢。那恨什么人呢？我不得问问问清楚的吗？哎，上面有黄色儿，还有一种是那种红袋的，那是熟酱，酱不一样。过两天回家了，回家的话准备能回最终了，啥都好办。搁我这嘎啥也办不了，我这连快递的地方都没有。嗯，对，转院员的姐，转院员厂子不就在这儿吗？但是你他这地方比较偏远，邮快递啥的都没有地方邮，所以说这不如回你家那边，回你家那边咱干啥都能干了，你搁这儿啥也干不了。为啥直播当初时选择回你家那没搁这儿直播呢？就因为这嘎干啥都不方便。还没说啥呢，别打。说我的呀，在他前面还有话呢。说我的话属于是这一声白瞎了，属于是。他那意思，他属于是。嗯，他那意思吧，俺俩互换一下身体，那意思，他年龄大了，嗯，身体不好。墓地都看完了呗，哥。身体不好，坟地都看好了呗。没搁这儿，让贝贝姐给揍出去了。贝贝姐这精神病，我给揍出去了。啥人都有。小黑盆儿，我要画个圈儿，我要给你整两个籽儿。小藤儿，小藤儿，藤儿啊，把换井号，你到时候把那个灌满位置占的。现在咱灌满位置都占不满了，就要给你藤换井号，这先甩几毛占的。你给我打什么问号？你去把那个怪马位置占一占，换几个号。号啥号？都上交了，咋的了？面太面了吧？又换媳妇啦，又给拿下了，啥也不是，一个月的话好饿，一整个嘛嘴是被人小姑娘给拿捏，你一年呢？
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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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今天接票玩游戏挣俩逼钱的话，都给人家小丫头花了吧？想到一句话不能说。差不多吧。姐，我念叨了，姐不知道小黑突然之间没影子了，不知道干啥去了。我这两天忙活，我没看着。你在哪里抓了他？有点可能是吹牛吹受伤了，可能是姐，咱也不知道啊。最近他吹牛，我们配合他了。嗯。那天我还唠呢，我那小黑的话突然之间就说没影就没影了呢，自卑了，不知道大哥。换一家吹可能是。可能谁家是不是搁别人家玩呢？咱也不知道。你看小黑整没了。对，也有可能是进修去了。嗯，有可能是进修去了，因为他回来给咱整点新词儿啥的。现在老词儿的话，已经咱都听腻歪了，对咱也不起反应了。却无心看风景，宁静。哎呦，弹这号给我五级障碍来了呢，是哪个啊？吃不吃这鸡肉也给端点吧，别不给端了。鸡汤，喝点什么点？嗯，对，行。明翻山越岭，你把桌子给我拿进来了。哎，好，没地方搁了，把中桌就放中间吧。给我爷坐两菜一汤，我爷一顿也不少吃，二碗饭，二碗饭得吃三分之二那么多。啊，桌子放上。我只说一次。而且那儿，那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哦，那那妹。下班了没啊？二姨能回家吗？不能，二姨跟咱上楼呢。回不了家。他、啊、能回家的话，咱不就都回富贵那儿了吗？最终是五天，这五天看啥样吧。咱小区的话都可以出去买菜啥的了。
应该没事儿了。到家了没有呀？那儿啊？我还没有回家嘞。那你能几点到家呀？是坐低走的呢，还是说骑了你那小动感小单身车呢？两点半了。中午给炒，啥给说的？哎，那个鸡没道理。不能道理，今天热着这一天。今晚吃鸡儿吗？到点儿把那鸡儿就买来了吗？六点之前呢？现在五点半死了呢。大哥呢？刚刚带了。大哥刚刚带了下班。找我下班来的，大哥刚刚还在的呢，可能是一看你没跟他唠嗑，就出去了。真唠了，唠了，唠了的，唠唠，大哥出去了，唠了，不是没唠。反正天上被你聊死的，大天你能干得死啊？就喝就唠了呗，那我没有嗑我也应急不出来呀。到了今天三六一的，好辣哦！吃俩鸡腿，反应反应，补补呀。好的，今晚吃俩鸡腿。什么玩意儿？那边说的让我吃俩鸡腿补补。这什么虎狼之词？三十七度的嘴怎么能说出比如此冰冷的话？四天静地。一会儿拿大把勺东西抡咱俩，快整好嘞。今晚的话主题是清炖，喝的粉条。
他爸还没回来。嗯，好的，姐。那可不，这是大事。你们太大的事儿了。再动动，再把门盖。这是苍蝇。今天晚上也不冷。嗯。你这苍蝇啊，你就让他妈白天出来，到晚上冻场那。不知道趴哪儿。咱也不知他是用过啥似的。苍蝇都猫哪儿呢？这爸拿上背溜溜呢，我不要，我也不收。就告诉爸回来。回来呀，菜好了。嗯。人在哪里？尝尝鸡汤啥的啊？尝尝味道。大勺了，拿那大勺。妈，太聪明了！老铁，我都拿它手里吃。不用哥，不用哥，那哥昨天的，今天的鸡不用送你吃。这个粉就没有咱冬天留的足够粉。这粉那啥粉什么？那、哎、搁两个顺带肉。都够了，你整啥？你咋烂呢？给他拆碎了，哥的。我给他给手拆了。啥活？我手，我手。哪能干点活呢？摸啥呢？胖。那个，给它拆了。回来，咱家拿这个去，来，给大家。
感觉是拿铲子刮刮搁里边怼两下是吧？哎呀，我等下来。肉吗？给它拆开，给我拆开肉。木的能骂回来成？木一会儿，那我还没洗脸，没啥呢。你还正收拾完呢，那给老爷爷打完。哎，爷，这俩天天吃鸡。我老叔说完了吧？那你叫。干嘛呀？就是想在那个南岗那边打打个山。嗯。他们在这是朋友来着。大哥回来了吗？我大哥，刚才门姐还找呢。大哥在呢。好了哥呀，好了，就给我爷装的，给我爷的话准，不是还给我爷装，退这话说，给我爷的话整吃的呢。我去找大哥的，你找大哥去呢，大哥也回来了，没有回家呀，美妞啊，回不去，封城了，五天。吃完没有？还有呢，你看着弄吗？木子，不用存票了，哈哈哈哈，我接。行姐，好。看昨天和看哥聊天聊得不错，嗯，大哥夸你了，我觉得应该奖励一下。那我们打时间了。哥奖励一下，我们给我买时间。哥，没有人给我买时间。大时间呢，说完了吗？我要洗脸了。洗个脸啊！我成菜了，姐哥。你明天去山里呀，哥呀？是度假玩吗？还是干嘛去？点板栗，带人滚，点，生活。那点栗还熟啊？
我们这边地都熟一个多月了。出去旅游累不累挺我的妈，我感觉旅游老累挺的。没事吧阿姨，十点了。不累，我十点还出，那就是二点。我跟冠哥溜了，冠哥全靠腿，我都累完了。跟妈妈出去，全靠走着骑，走着，去哪儿都走。啊，我做那啥你帮着忙，放锅里边了。我给你水去。刷壶。那你给兄弟们拿好，我刷壶。哎呀，哎呀，咖啡机啊，欢迎我机啊！开始吧，快点们先帮我拉个票，我刷锅。这机是昨天的吗？不是，今天又新抓的，哥，鸡屁股、鸡胗子、鸡肝俩腰子，啥都有，哥。今天没买了吗？买了。全吃的，你看看，昨天他妈都吃了吗？看看。蛋蛋，这啥？我腰子呢？都搁那里呢。啥？腰子呢？鸡屁股啥的。对呀，昨儿两只。昨儿两只，有一只冻上了，给二姨的。完了，今儿又买一只。有一只是给二姨的。嗯。你还真预感到了什么？今天吃饭谁呀？啥？喝水。那生日咋办呢？生日就是我就正常过，你啥时候生日没有什么？吃饭呢？他不喝，我不喝酒，我咱们得会成礼吗？开车不喝酒。啊买时间，兄弟们呐！买票一分钟，再买票一分钟啊！开始一样喽，薇薇姐，醒醒，快帮我拉皮啊！拉皮了没？刚走一会儿，刚走一会儿，马上回来了。兄弟们，我要吃那俩腰子，吃蛋蛋，吃的往水吃，那俩的往水吃，肝啥的。给我拉呗，给谁拉？大拉一个香水，吃了白虾，不可能哥，干啥吃了白虾？不可能。给你香水吃哥，我那没找着呢，我那俩腰哪去？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加班。我上俺调里了。他还看小赵周年庆去了，哪个重要啊？先补着呗，别翻，我要翻翻我那腰哪去了。来，没翻着，待着吧。巴掌队一出还人啊，大梁大梁没带吧？大梁啊，再来俩，大梁直接三个吧。谁买的？这儿。不是。谁买的？谁给我买的？大炮。我给你画的。门姐给你买的。叫我姐。三个香水。叫我姐。官方，今天我拉到出去，要是不中，我骂死你。昨天中，今儿不中的。
没有我的人，我喝点凉的吧。看我有1500票了，请姐妹们，有没有能帮我偷那个跑的？谢我姐。哎呀，2000票就够用。这么暗呢？他现在1500票。汽水完了，一出镜还逼累，凭着色儿不对吗？快，我得计时。谢我姐。谢我姐。520乘以3，156除以。300票，5.2，5.2啊，兄弟们，5.2啊！有没有能帮帮我的兄弟姐妹们？对呀、啊，有没有能帮帮我的？我是主角，这都有金牌。等会儿，伯乐哥，我觉得哥他没得意，欢迎他姐姐。快点吧。天哪！行姐，但时间有点不够，姐。姐，时间有点不够。不行，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带翻的啊。那你昨天翻了。我翻的是我昨天翻啥翻？我搁跟前吃的。翻了，你别玩赖。别玩赖啊！不行，翻我东西啊。嗯。我刚才都没翻着，你还现在还翻啥？我把爱吃的全吃了，你管我翻吗？笑姐，知道了，姐。这是多少秒？60秒，有没有奇迹？有没有能翻盘的？他现在是1500多票，兄弟们，1506票。有没有的话能帮帮我的？咱1700票或者我让他体验一下，就是鸡腿全被吃了什么感觉？哈哈哥姐们，哥姐们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，还有没有人帮我一手？快整小寡妇，昨天谁在说？整绿茶，大瓶盖绿茶，好像没什么卵用啊，人没在呀。20秒。吃饭。有没有能帮帮我的兄弟姐妹们？大张的难了。行，到点了。啥也没有。晚了。你计时，继续拉。走，5分钟啊，5分钟了。嘿，把大肠爱吃的先吃了。等会儿啊，你先别吃啊，我开一局就5分钟啊，别叭叭。你就5分钟的时间。吃，赶紧吃。别动，没开始呢，这儿呢，马上。一局 PK 5分钟，你这也是5分钟。这是鸡的啥呀，二姨？这是鸡。好，这局了，你还只能吃一局 PK 的分数啊！有没有能帮帮你他们的兄弟们？300票1分钟，300票1分钟，你还开始啃上鸡腿了？啊，鸡腿上面是皮真难烂过。鸡蛋给我吃了，你看这哈喇子出来了。别翻，你要脸吗？你边上有事呢，不知道吃啊、哦？谁吃饭总翻翻门呢？磕了吧沉的。你看昨天吃的。我昨天不是吃我拿鸡腿吃的，我后边随便吃，我乐意咋吃咋吃。是不，兄弟们说的。好吃。
嗯，饿了一天了，中午都没吃饭，一直讲完生了，一直到晚上。别叭叭菜刀，还公勺公筷，明明吃都是东北中搁俺们东北吃饭都这吃。大锅菜大锅饭，别跟他整没用的，菜刀往里又给焖粥浇，心情不好啊，吃不上饭呢。哼，有没有能管管我的？小炖的小鸡儿，家养的小公鸡儿。这啥呢？都藏起来了。那不就鸡腿出来了吗？还藏起来了。完了，第二大鸡腿了。他对那玩意不感兴趣，哥，他的话着急。真腰子，人家一大个让他把这蛋吃了，什么腰子这儿呢？这啥蛋呢？公鸡下蛋。你看看，你还给整没了。那是肝儿。我二爷吃的。那些你要不吃就给我的，你要吃就吃了，因为我可是都不吃。腰子腰子鸡腰子。没心眼多吃点，长点心眼。吃鸡腿吧，腰子没翻着鸡腿。原来鸡腿是这个味儿。嗯。不热。嗯。还是白苗，牙太疼，嗯了呗，太饿了，完接完回家吃鱼，吃鱼哥，吃鱼，兄弟们，给你上买点时间呢，还有80秒了。这局就看牙吃饭了，别忘了给你上点票哦。那没有时间喽，我可不学大超，太自行车。啥玩意儿叫嘛玩意儿呢？不是我头发，咱爸头发。哎，咱爸你放屁，你那干啥呢？咱家也有问问他，不然骂谁呀？不拉啥？卖了卖了。再来，再来三个香水，上姐。都看入神了。真的，我不知道鸡腰子啥味儿，我找找。哎呦，这心也冷酷了。再来三个，妹儿姐告诉你，上三个香水。嗯。哪去了？老爷还挺惨，疯了，还有20秒。你吃的别的挑都顺当的。鸡胗的，鸡胗的，反正出来。这一天。10秒钟。姐，这还是给他的吗？别吃了，到点儿了。嗯。还没有，谢我姐。行。哎呀，那咱俩得说。咱俩知道了。就是辣，不是那么辣的，这边也不辣，哪边？那啥，天天到晚，这鸡腿现在有事儿啊，这边不辣。
蹭着了了碎的，那粉不好。腰子，走，我在那里。太肉了，你要啃鸡爪了呢吗？你不啃不不不，哎哎哎哎哎，给你喊人去啊，行姐去吧，喊呐，喊啥味儿？干爪那里面啥味儿没有？不要不，好，行，你不吃这玩意儿，不吃了。你看看，咱们不吃了。哎，多大青楼啊？过去是不是有人和他做键盘的？是呀。是吧？是他吧？高兴。他这玩意儿啥的，你看，人家那谁家手机看的那玩意儿，妈人家红头小孩儿啊，主持可不是。我人拿学校看，你孩子看这什么玩意儿？不认你，没咱这个大，你鸡大脚有肥。你不认呢？他是六块五。但我说这肯定是骨头，我不知啥骨头。有那个功德那大板儿呢。兄弟们，有没有管管我的？还有150秒了，300票一分钟哦，有没有能管管我的？兄弟们，玩儿差点儿，别给我忘了，你唱还没吃嫩呢。还有点寸，寸的，我再继续打。哎，不甜了。过去玩那些懒东西都现在小孩会不认得。都不认得。咱一口没吃呢，兄弟们，还有100多秒了，你能不能给你上点票票？人家没吃完呢，没法化呢，我纳闷儿。那都白吃那儿。这都给大张罗，大张爱吃。哥吃不上饭了，纳闷儿啊！今儿不想吃了，太烂，今儿就蔫了。嗯，今儿的话，嘴是没人管我，今儿个。今天真的住在了河西。我一天都没吃饭了。你不饿？废话呢，我不饿，我一直干活干到几点呢？我不饿。中午没让你吃饭，那你可不吃啊？你中午他得有饭呢，要放屁呢，你这属于是。你不饿。谁上来属于是？这成了吧？给眼儿呢，谢我脚，5、10、3、2、1，行，放。时间到了，你还吃几分钟？你还他妈吃的话，属于是10分钟了。鸡腿啥都他吃了，点没事可以点。你看啥？告诉你正在进行 PK 中呢，出不来。对了。这个买不到，买不到好。你爱吃顺当吃吧，人吃哪一不一样，这老邪呢，吃吧，你吃哪吃哪。
香，今天能吃上鸡，主要感谢我康姐和我木直姐两个好姐姐，谢谢你们。我今天能吃到两个鸡腿，还有很多肉。Thank you。还没事，给人家那个炖大鸡、公鸡。那味儿太浓了。那啥，那个鸡腿。嗯，感谢我大哥，感谢我大哥。嗯，那主要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大哥，姐，到这一把来。没有票，得有时间才能吃。300票一分钟。好吃不好吃，哥没吃到呢，纳闷儿。你快点给哥买俩香水啊，3个香水5分钟，你家得6个香水，我一口没吃着呢，你饭碗那都搁这呢。他大概是不饿。哎，3个香水行，鸡汤泡点饭呢，快吃，呱呱的。泡点汤不也没时间吗？哥说的呀，快快快快，给哥等点时间吧。人家那是大哥发话了，让泡泡汤。主要是昨天大哥不包场了吗？对，大哥包场了吗？人家票搁那。算了，后儿还让大鸡锅热。主要是大哥众传说了包场呢。人家票不是等他包场了，他才说话才可以吃的。如果他没包场让我吃，也是不能吃吗？昨天不是包场了吗？老那总是往这说了，天天。嗯。你20秒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这个鸡8.5。你家天天吃6个菜，小成的。你家天天吃6个菜呀，我举报你。有没有其余兄弟姐妹能搭把手的兄弟姐妹们呢？凑一凑，凑一凑，我让你尝吃一口啊。嗯。闻香一个月都没有了吧？我吃了10分钟。都赢了，我甚至不知道旁边那道菜是什么味儿。嗯，我以为奶大哥说买点香水。